刚撞到了一起，没有收脚啊。曾诚呢也是舍身啊救球了，这球啊这次是三个人啊、哎、往一个点上冲、啊、三个人全都撞在了一起，亨利也冒着放受伤的危险，你看亨利最后曾诚把球扑出以后落地一下还是砸到亨利的身上啊，亨利也尽全力了。李学鹏呢也是啊用脚捅了一下，但是这球呢你看三个队员都是拼尽全力了，都是冲球去。这场比赛剩下的时间已经不是很多了，虽然我们是1-0领先，这是很值得高兴啊，作为任何一个在熬夜关注中国队比赛的中国球迷来讲，这都是值得高兴。嗯，但我们也要通过跟法国队教练看到咱们的差距，比如说在传接球的配合上，对吧，在这个技术能力上，整场比赛可能中国队连续传三脚以上的球非常非常少。对，这场比赛可能啊比一般的热身赛啊对广大球迷来说呢吸引力更强一些。为什么？就是世界杯马上开战了，很多人咱们自己球队肯定要关心，另外很多观众也抱着想看看法国队的真面目。没错啊，因为法国队的热身赛咱们转的并不多、嗯、很多关心法国队的球迷也希望能够在世界杯决赛圈的比赛开始之前看一看法国队的亮相，但应该说今天法国队的这个亮相多少还是让人感到有些失望。但是我们要把世界杯的比赛呢跟这种热身赛包括此前的预选赛完全剥离开，因为它是到那种特定的环境之下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就看法国队能不能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面赶紧调整过来。这法国队他中场没有组织，对啊，其实现在这个咱们现在目前这个中国队呢也是临时啊，咱们说有的队员呢可能第一次啊进入真正这个十一名的这个啊首发，像王强啊包括下半场被换上李学鹏，嗯，打这个位置并不是他们很擅长的一个中卫，都是以前咱们说作为前卫出身防守型的前卫啊改造的，那今天打得同样很好。嗯，这就是一个主教练对一支球队改造的成功。对、啊、他要学会让任何一名队员在位置上不同的位置上为团队做出牺牲，同时对这支啊现在目前国家队教练组也是一个很提气，很让他们找到更多的办法应付以后不同的对手、嗯、是吧，更有自信的一啊哦，这一下拼抢的实在是过于凶悍了，迪亚比对吧，现在王强从俱乐部改打中卫，我现在国家队同样你要打的可能刚刚第一年改打这个中卫打得很好，对吧，以后出现伤病或者人家短缺的情况下、嗯、我就感觉一大胆用其他的位置队员再调整一下，对这届国家队的这个教练组啊提高他们更多啊更多的这种自信啊，更多的一些战术安排，是这场比赛的很有锻炼价值。那就是郭富波在背后的一个犯规，这场球啊让法国队这些队员踢得非常郁闷。看刘建业上了国家队来呢，头几场比赛先打的右边后卫，现在让何阳打右边后卫呢，中场可能需要人了，让他现在打一个啊中场中间的前卫，但他在俱乐部里边现在呢是打中间啊中前卫的，这样来说呢对高洪波来说呢给这些队员呢更多的位置的尝试、嗯、是吧，啊于汉超打右边是吧，你看这球吉尼亚克身体很强壮啊，小心他，吉尼亚克的技术也是非常不错的、嗯、应该给哎，给球门球，这个球裁判没有吹，而且连角球都没有给。从慢动作回放来看一下，确实，哎、确实是吉尼亚克碰触了底线啊。汪强挑了一下、嗯，打在了吉尼亚克的小腿上。暂停补时已经啊，将近4分钟了，补的有一，咱们说热身赛能够补过3分钟啊，嗯，说已经给足了法国队面子了。但以现在的这个状态来看，法国队短短的时间之内想扳平这个比分，嗯，不太现实。得对了，在对方人员少、中场、中前场后中后场拿球不稳的时候，中方队就逼出来的、嗯、是吧？逼得他也很难受。已经补过4分钟了。
是吧？上半场我觉得伤停补时不应该有四分多钟，再补下去奔五分钟了。而踢到最后，到这个时间段，中国队仍然寸土不让。对啊，给足了法国队的机会，是吧？这么打下去，就再给他十分钟，我估计进球的可能性也不大。应该吹了，结果吹的还是一个中国队给法国队给了一个法国队前场的任意球。哎呦，因为其实如果换位思考的话，要理解法国队现在的心态，他们真的不希望输掉任何一场赛前的热身赛，所以法国队队员从他们的表情，包括着急去开球啊，全力去进攻，都能感觉得出来。更何况这是类似于或者完全就是法国队的主场一般的这个球场，法国队却输掉了赛前最后一场关键的热身赛。咱们队员高度注意力集中，是吧？就是再给他顶一球机会。咱们每个人啊，自己的位置都咬住了，看能不能顶住他。博尔库夫把球敲进来，危险了，后点漏掉了，还没门前有机会、哎，就是不给补射的机会，你就是进不去。这球发的也是很成功，就差一步，补得非常及时。你看汪强已经抽筋了，哎呀，这倒了地，可能这个再倒地，可能现在可能应该吹哨了。罗德曼已经吹哨了，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后在这场世界杯前的热身赛当中，中国队是1-0战胜了法国队。对于今天的这场比赛，多梅内克不知作何感慨，因为他要率领的这个法国队非常的前途堪忧啊。嗯，我们回到演播室评球当中。